大角星信息，关于神圣意识与自我赋权，通灵玛丽莲拉斐尔，翻译 Amber。 亲爱的读者们，我们带着希望、爱和支持的信息而来，你们在这些变化和能量密度的时代如此勇敢地持有着光，请永远不要怀疑，一切都在按着神圣计划进行，因为神圣的计划永远不会被人类的思维或策略所干扰、改变或阻止。与神合一、与神同在的人永远是多数。世界意识现在对改变更加开放，这反过来又让许多旧的信仰体系崩溃了他自己的虚无。许多人已经准备好或已经进入一种意识状态，使他们能够看到更大的画面，而在此之前，他们只看到了被告知他们正在看到的东西。地球二元分离意识的普遍催眠已经统治了很长时间，以至于与神和所有生命的分离感仍然是大多数人的现实。然而，集体意识正在通过越来越多的神圣光的存在而扩展，这些光现在从许多高度进化的意识状态中流出，现在存在并继续投生在地球上。尽量不要因个人和全球的外表、表象而气馁，但要记住，你在哪里，做你选择做的事，并在你的高我的注视下被引导。请记住，你们选择在这些时期来到地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因为你知道将拥有许多机会来完全并最终清除前世剩余的旧能量。基督教圣经谈到人的统治权，但统治权的真正含义被误解为有权为他人、动物、自然和任何被认为赐予的人做任何事情。真正意义上的统治意味着统治自我而不是他人，因为没有其他人，一切都是神圣的意识以无限的形式和多样性表达。一切物质实际上都是神圣意识中的一种精神理念，在三维能量密度中以物质的形式出现。主权是对自我的统治。关于我自己和他人，我相信和持有什么真理呢？我是否已经放弃了我的上帝赋予某些人或有关成功、工作、金钱、健康、爱情、人际关系等概念的统治权呢？诚实地问自己，我现在或继续将我的主权交给什么或谁呢？对主权的误解导致杀戮、残害、破坏和各种自私行为，这些行为基于错误的小我概念，即人类是最高的创造物，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好，因此可以对他们认为是次等的对象，为所欲为，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神是一切事物的根本本质，否则它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你无法从无到有。因为三维能量如此密集，人类的眼睛只能与物质对齐，并看到物质概念是通过个人和集体的思想来解释的。这些思想受到二元性、分离和两种力量的信念的制约与催眠。所有人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只有一，让未觉醒的大多数人相信只有物质才是现实。当一棵树被砍伐时，它的物质形式被移除，但它的本质仍然是神圣的树概念。这并不是说当这棵树选择体验地球上的生活时，它对被移除感到高兴。树可以交流，有智慧，而且不只是由它们的物质表达组成。关于身体的三维信念常常导致徒劳的试图，在一个人的神圣本质离开后保持一个人的生命和功能。
一个灵魂不会在怀孕期间立即进入身体的物理概念，而是经常在决定选择是否适合他们之前来来去去。通常灵魂直到出生才永久进入，在灵魂或神性进入并停留之前，胎儿不是人。到目前为止，它是人类的物质概念。这并不是说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应该轻率地做出，或者没有对意图和目的进行诚实的反省。我对我的身体有统治权，它实际上是一个完美的光体，但在第三维度的较低共振密集频率中，它看起来是物质的。我可以控制我的财务，因为我是自我维持的表达材料。我对天气有统治权，因为上帝无所不知，也从来没有把他自己塑造成不和谐与破坏。然而，三维意识对所有这些事情都非常了解。我掌控着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种领悟必须先成为意识的领悟状态，然后才能显化，因为意识是一切事物的创造实质。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要练习支配 Practice Dominion， 因为对真理的智力知识是他迈向成为一个人的意识状态的第一步。面对每一个都想把自己看成病态的、缺乏的、屈从、顺从的或者低于的诱惑，对自己说，我不再接受这些信念了，因为我现在知道我是神性意识的个体，而我以前相信的信念关于自己的事情只不过是成熟的第三维度的概念，只不过是维持他们的信念。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要相信，都不要相信你不过是短暂的肉体，因为如果哪怕有一秒钟真的与上帝分离，你就根本不存在。我是个体化的神圣意识，它自动构成了与所有其他形式的神圣意识，以及与神圣意识中的每一个神圣理念和品质构成一体合一。我们是大角星群体。谢谢收听，感恩祝福。